各位嘉宾好，我柯宇瑞，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3号，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消灾吉祥神咒。那今天是2023的12月13号，礼拜三，也是民国112年的12月13号。那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消灾吉祥神咒，又叫做炽圣光大威德陀罗尼。这个资料是来自于古梵文佛教咒语全集哈，2007年的修订版，简丰奇教注。现在法师的名字现在叫法风法师哈。那我以前好几年前也是跟法风法师学了一两年的这个咒语。那这个资料是来自于法风法师的这个古佛教，古梵文佛教咒语全集哈。好，那这个是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的是消灾吉祥神咒，炽圣光大威德陀罗尼哈，炽圣光大威德陀罗尼。那根据这个法风法师的那个资料哈，他说这个是消灾吉祥神咒，是过去娑罗王如来他所说的了哈。那炽圣光大威德陀罗尼哈，他是除灾难的哈，除去灾难的哈，消灾解难的。那如果有国王还有诸大臣所居之处，还有那个 border 国境的哈，国境的话有那个国境不安宁的哈，或是有那个国境上面有很多那个纷争，好啊，也有一些，国境上哈有很多的这个军事的威胁、外交的威胁、国土安全的威胁的时候呢，哈，那这个时候就在亲近的处立一个道场，然后念一个咒语，念这个咒，就亲近处哈设置一个坛场就对了哈，然后念这个陀罗尼108遍或1000遍。108遍消灾吉祥神咒，又叫做炽圣光大威德陀罗尼，念108遍，或者说1000遍，然后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哈，然后呢，自心受持读诵，一切灾难悉为消灭，不能危害啊，不能危害。所以他这个消灾吉祥神咒，事实上也是护国神咒了哈，护国神咒。好，那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一下他的内容哈。他这个是Namah哈，Samantha 就是普遍的意思哈，周遍的意思。Buddha 是佛祖，就是礼敬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一切的佛祖。然后呢 ，Aparthi Hatha 是有消灭、毁灭的意思了哈。然后 Aparthi 就是没有敌人，好，没有所向无敌就对了，所向无敌的毁灭就是。法风法师把它翻译成无障碍的哈 ，Aparthi Hatha 无障碍的这个萨萨那那哦萨沙萨那那，就是佛教的教法哈。它的字根是萨那，就是名字哈 ，wisdom 就变成佛教的，就是礼敬十方的诸佛，礼敬这个佛法甚深的佛法哈。达迪亚塔即说咒曰：嗡。卡卡虚空虚空卡里卡里哦，这个卡里抱歉了，嗡卡卡卡希哈卡希，这个卡是虚空的意思啊，希的话有呼请召唤的意思哈，召唤虚空哈，混混，然后呢这个卡卡希哦，虚空的话哈，卡卡虚空。这个意思就是证到那个真如本性哈，真如本性它有一个就是空性哈，空性，那有一个清净如来藏，自性佛性，就是有一个讲法叫做另外一个讲法叫萨米亚三萨米亚克三不达雅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唤醒自己的佛性哈，证到佛性，混混，举巴拉举，这个 J 的话哈 ，J 的话放我的 J 发 G 的音哈 ，C 的话放我的 C 发 G 的音。CH 发 C 的话是机车的机，然后 CH 是漆，油漆的漆。J 的话是举的音 ，JH 的话是取的音。啊，这个 J 的话是举的音哈，举巴拉举巴拉，火焰火焰光明的哈，啪举巴拉燃起火焰，
然后普拉吉巴拉燃起无量的火焰，然后把过去无始劫来的那个贪嗔痴慢疑恶见邪见根本烦恼全部把它烧掉。Tista Tista， 现在哈，就是另外一个讲法是坚固的哈，坚定。Tista Tista， Street Street 哦 ，Street Street， 它是从字根 Stiri 过来的，也是坚定的意思的哈，坚定，坚定哈，坚固坚定哈。然后 Sparta 就是有毁坏 ，Sparta 有毁坏的意思啊。另外一种版本是。Sput, S P H U T, Sput 也是摧毁的哈，摧毁。这个就是说，这个的话就是说哈，我们用坚固的这一个光明哈，从这里开始，举巴拉，举巴拉，然后普拉举巴拉，然后普拉举巴拉 ，Tista, Tista, Street, Street， 这个 Tista, Tista, Street, Street 都有坚固的意思，用这个熊熊的，就是很坚定的，很坚定的哈，很坚定的这个无量的光明，好，就是很坚固的，很坚固的这个无量的光明，哈 ，Pra Jibala 很坚定的无量光明，然后呢，利用这个很坚定的光明哈，来摧毁一切的烦恼 ，Sparta 摧毁贪嗔痴慢疑。二剑邪剑摧毁 Sparta 摧毁的对象就是无始劫以来所造的种种定业罪业恶业，然后 Santika， 然后不仅摧毁定业恶业，然后把那个灾难都把它洗掉了。 Santika， Shanti 就是有和解的意思，调解的意思， Shanti 好，然后呢 Shriye 就是吉祥，许瑞是休息的意思，许瑞是休息避难的意思，说哈所求皆得成愿，好，好，所以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Namah 礼拜 ，Samanta 过去现在未来十方的那个 Buddha Nam，Nam 就是复数嘛哈，所有的佛祖，然后呢皈依佛，然后呢皈依法 ，Aparti Hatta 所向无敌的，所向无敌的这个。那个 Aparti 是所向无敌的，没有敌人的哈。然后呢 ，Hatta 就是它的字根是 Han， 就是有导正的意思，然后有毁灭的意思哈，无障碍的这样毁灭的无始劫的贪嗔痴，就是也可以叫做无障碍的哈，没有障碍的这个叫法哦。佛法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哈。Sa Sha Sa Na Nam 哈 ，Tadiyata 就这个就是皈依十方的佛祖，皈依。非常这个非常高尚的哈，然后呢，通达这一个佛性的，就是皈依佛、皈依十方的佛祖、皈依法、皈依无妙甚深的那个佛法，然后呢，即说咒曰：大迪亚塔，嗡卡卡，我们要证入虚空，证入虚空，卡希卡希也是招请虚空，希就是招请的意思，唤请的意思，嗡卡卡。卡希卡希，虚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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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性，这个就是证入佛性的。我们要证入佛性，混混，唤起我们的佛性，混混。然后呢，举巴拉举巴拉，光明光明，普拉举巴拉，点燃无量的光明，普拉举巴拉，点燃无量的光明。Tista Tista Three Three Tista 是坚固的意思的哈，就是Tista。Street 这个也可以用一种方式说，光明呢不断的持续，就是照耀光明，坚定的这个放射光明，就是这个光明哈，无量的光明呢，不是只有一闪就过去的，是不断的稳定的这样坚定的这样大放光明哈，坚定的大放光明，然后呢用这个光明哈来摧毁 Sparta， 另外一种讲法是。Sparta 摧毁我们的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邪见，或是摧毁我们无始劫来所造的种种罪业定业恶业，然后呢洗掉我们的灾难 Shantika， 然后呢成就吉祥，好 Shriye 人生变得非常吉祥，然后呢 Swaha 这个就是消灾吉祥嘛，我们求到我们的吉祥，这样好。这里，南妈
然后这个 Namah 就是礼拜皈依啊哈 ，Namah Namah Samantha 呢？Samantha 哈 ，Samantha 它有一个 Samantha 它有一个普遍的意思，好 ，Samantha 啊，那我们查一下这个梵文的这一个梵文的这个字典哈 ，Samantha。萨曼塔哈，萨曼塔，这里网络上有一个这一个能 Sanskrit 就是梵文，能 Sanskrit 哈，这个 Sanskrit 就是梵文。然后呢，我们叫出这个把梵文点进去这个网站的，它就可以搜寻，好，它可以搜寻，搜寻。好，我们这里有提到一个萨曼塔哈 ，S A。萨曼塔哈 ，S A， S A M A， S A M A N T A， 萨曼塔哈，萨曼塔，我们看一下它的翻译哈，萨曼塔，萨曼塔，萨曼塔，它有这个紧邻的意思哈，萨曼塔，桌片的意思，平衡的意思哈，萨曼塔，萨曼塔，萨曼塔哦，萨曼塔，它有紧邻 adjacent 哈 ，contiguous 好、哦，萨曼塔，萨曼塔，它这个有附加的意思哈、哦。然后呢，萨曼塔，萨曼塔，好、哦，萨曼塔，萨曼塔基本上它就是紧邻的意思哈、哦。然后呢，这里翻译成桌片的意思哈。Samantha， 萨曼塔，好，萨曼塔。我们看一下 Sanskrit to English 哈，萨曼塔，好，萨曼塔有紧邻的意思哈，有这个，这里还有一个哈，萨曼塔紧邻邻居，好，萨曼塔，好，萨曼塔，萨曼塔，萨曼，萨曼塔，这个就是皈依。他把它衍生成普遍十方的意思了哈，萨曼塔，好，萨曼塔，皈依十方佛祖哈，布达那，然后这个它是，然后再是皈依这个佛法，萨萨那那哈，萨萨那那，好，我们看一下哈 ，S A S A， 萨萨那那 ，N A N A M， 萨萨那那哈，萨萨那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萨萨那那的这一个。S A S A S A N A N A M 哈，萨萨那那哦，萨萨那那，这个萨萨那那是叫法，它是从这个S A N A 过来的哈 ，S A N A S A N A S A N A， 萨萨那那，它是从这个萨那萨那。沙拉，它字根是沙拉的意思哈，沙拉，沙拉，沙拉的话，它有名字的意思的哈，它这个梵文里面的这个沙拉哈，沙拉它有这个名字的意思，哦，沙拉，哦，沙拉，哦，沙拉，有它有那个名字，好，名字的意思就是有这个，智慧的哈 ，sana 哈 ，s a n a， 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个用法哈，它有很多的这个用法哈，sana 它还可以当做获得的哈，获得好，获得，获得好，获得 ，sa sa na na 就是佛教的这个叫法哈 ，sa sa s a s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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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A N A M， 萨萨那那，好，萨萨那那，哦，萨萨那那，萨萨那那，萨萨那那，它有这个叫法的意思，哈，萨萨那那，萨萨那那，那它是从这个字根，哈，萨那过来的，哈，它这个
它这个原始的这个梵文，就是这个梵文的字根哈，萨萨拉拉哈，它是从 SANA 好 SANA 有自身的意思哈，它有自身的意思。然后呢 ，SANA 哈，萨拉还有这个持续的意思，提供的意思，现在的意思哈，萨拉古代的意思哈，萨拉好，所以萨拉它事实上有很多的，还有获得好，萨拉也可以当做获得好。沙拉，好，沙拉也可以当作获得。那事实上，它这个就是叫法，沙沙拉拉，好，沙沙拉拉。好，接下来跟各位嘉宾介绍这个接下来这个单字哈。他说礼拜这，礼敬十方的一切诸佛，礼敬这个圣身，这个教义圣身，然后没有障碍。教理通达的这个没有教理通达无障碍的佛法，然后即说咒曰：大迪亚塔嗡卡卡。好，那我们看一下卡哈 ，K H A 卡哦 ，K H A 卡卡的话哈 ，K H A 卡的话，它有这个卡的话哈，它有虚空的意思哈，卡哦卡它有 K H A 好卡。卡有这个虚空的意思啊，哈，卡有这个卡卡，好卡卡有这个虚空的意思哈，卡好，然后卡卡卡希卡希混混，然后再就是举巴拉，好举巴拉有光明的意思哈 ，J V A L A 哈 ，J V A L A 举巴拉哈。举巴拉，好，举巴拉。我们看一下这个举巴拉的意思啊，哈，举巴拉，好，举巴拉的意思，好，举巴拉它有这个举巴拉，好，举巴拉它有那个 flame 火焰的意思的哈 ，flame， 好 ，flame， 举巴拉它有火焰的意思哈，举巴拉，好，举巴拉，好，举巴拉。那举巴拉，好，它有 flame， 它这个举巴拉就是火焰的意思，好 flame， 然后举巴拉卡是 light 哈，举巴拉就是呈现出来哈，举巴拉哈，举巴拉，所以举巴拉的意思哈就是 torch 火炬，举巴拉光明哈，照耀，然后融合在一起。哦 ，flame 火药，所以它这个事实上就是这个举巴拉就是 flame 的哈 ，flame 火药哈，火药光明哈，光明举巴拉哈，举巴拉，举巴拉，举巴拉本身就是有一个光明哈的意思哈。那我们刚才看到一个达迪亚塔嗡卡，我们看看有没有查得到卡这个卡这个它的那个 trans to English 哈，卡哈卡。K H A 哈 ，K H A， K H A 哈，卡哦，这个卡的话，事实上是虚空的意思了哈，卡是虚空的意思。好，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Pra 举巴拉哈 ，P R A， 我们看 P R A 的意思哈 ，P R A，Pra 举巴拉 ，Pra 这个 Pra 的话有点燃的意思哈，有点燃哈 ，Pra， 好 ，P R A，Pra。Pra, Pra, Pra, 它有这个 Pra, 它有点燃的意思哈。Pra, 哦 ，Pra, 它有点燃的意思。Pra, 好 ，Pra, Pra, 所以它那个点燃无量的光明。Pra, 举巴拉就是点燃无量的光明哈。Pra, 好，无量的。Pra, 点燃无量的光明哈，点燃无量的这个。光明，好，点燃无量的光明，然后再来是 Tista， 好 ，Tista， T I S T H A， T I S T H A， Tista， 好，我们看一下 Tista 的意思啊，哈 ，Tista， 好 ，Tista， T I S T H A， 好 ，Tista， Tista 的意思啊，哈 ，Tista 的意思它有 stand 的意思，好 ，Tista。Tista 它有这个 Tista stand 哈 ，Tista t
Tista 哈 ，Tista 有这个 stay 哈 ，stand 的意思这样哈 ，T 是它哈 ，Tista 哦 ，Tista，T I S T H A，Tista，Tista 它有stand 哈 ，stand 哈 ，Tista 哈 ，Tista，T I S T H 哈 ，A，Tista 它有这个 stand。站立的意思有维持的意思，就是我们打提亚塔嗡嘛我们要证入这个卡卡虚空，我们要证入佛性哈，卡希卡希，我们要唤起我们的佛性，然后混混，然后呢举巴拉举巴拉，然后呢熊熊的火焰哦，无量的就是无量的光明，光明，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光明，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皈依十方。过去、现在、未来，十方的诸佛皈依无障碍智，道理甚深，无障碍通，非常道理通达，没有障碍的佛法。然后就说咒曰：哈，启动咒力，嗡卡卡卡希卡希，召唤唤醒我们的佛性，佛性唤醒我们的佛性，卡希卡希啊，混混，然后呢，唤起我们的活性以后就会放大光明哈。唤起我们的活性哦，唤起我们的活性，举巴拉举巴拉光明，普拉举巴拉普拉举巴拉无限的光明。然后呢，这个坚持固定稳住这个无量的光明，好，用这个无量的光明来摧毁哦。Tista Tista 就是有坚固的意思的哈。Street 也是有哈。Street 也是有这个坚固的意思哈 ，Street 另外一个讲法是 Stiri 的哈 ，Stiri，S T H I，Stiri 好，另外一个讲法是 Stiri 好 ，Stiri 它有那个 Stiri 好 ，Stiri。Stiri 的话有确定的意思哈，证实的意思，确定，好，确定。Stiri，就是还有一种讲法叫坚固了哈，利用这个坚定的哈，稳，非常坚定的，然后很持久的光明哈，来，因为唤醒了我们佛性以后，它就大放光明哈。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我们要证入佛性，卡卡佛性，卡希卡希。我们要召唤我们的佛性，然后呼请我们的佛性，我们要点燃我们的佛性，然后呢，这个用维持这个 tista 就是有 stay 的哈 ，stand 哈，维持现在的光明哈，举巴拉举巴拉，普拉举巴拉普拉举巴拉，维持稳定的维持无量的光明，然后用这个光明哈，用这个光明好，用这个稳定的光明好来 sparta 摧毁。过去无始劫来所造的种种罪业、杀业、淫业、恶业，把过去的贪、嗔、痴、慢、疑全部给它摧毁、摧破。哈 ，Sparta。另外一种讲法是 Sput，S-P-H-U-T。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Sparta 哈 ，Sparta，S-P-H-A-T-A，S-P-H-A，Sparta。好，我们看一下它的意思哈 ，Sparta， 哦 ，Sparta。Sparta 它本身有这个摧破摧毁的意思的哈 ，Sparta， 好 ，Sparta， 好 ，Sparta， 哦 ，Sparta， 哦 ，Sparta 有这个摧毁的意思。另外一种讲法哈，网络上一种讲法是 Sput， 好，那这个 Sparta，Sparta 好像是结晶的意思哈。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这个网络上另外一种讲法 ，Sputa， 好 ，Sputa， Sputa， Sput， 可能 Sput 的意思哈 ，S-P-H-U-T 哈 ，Sput 它有 crack 就是说哈。把它压碎的意思哈，摧毁的意思 ，crack， 压碎、摧毁的意思哈，压碎、摧毁 ，split，
Sprout， 然后所以这个如果是吹破吹毁，应该是 SPHUT 会比较好。那如果把它写成 SPHA 呢 ？SPHA spart 呢？spart 的话哈 ，SPHAT 哈，它好像是结晶的意思哈。Sparta 好 ，Sparta 哦 ，Sparta 是结晶。结晶好 ，Sparta 好是结晶。那这里的话可能就是用 sput 会比较好。SPHUT 哈 ，SPHUT 它有摧毁的意思哈。Sput 好 ，Sput 它有 crack 摧毁的意思哈。Shantika 的话哈就是消除灾难、息灾了哈。San Shantika T I K A。Shantika 好 ，Shantika 有消灾、息灾的意思哈，消灾 ，Shantika 好 ，Shantika 哦 ，Shantika，Shan S A N T K 好 ，Shantika 有消灾，然后有和解的意思 ，Shanti S A N 它这里有一个 smooth，Shantika。所以它选题卡有和解、有宁静的意思的哈，有宁静的意思。选题卡好，选题卡，选题卡好，选题卡。这个 G A N 就 S A N T I 了哈，选题卡，选题卡好，选题卡好，选题卡就变成和解、和解、和解好，选题卡，选题卡，选题卡，还有宁静的意思哈。选题卡，然后选题卡，它是从字根选题过来的哈。选题好，选题，我们看一下选题的意思哈。选题卡是从它的字根选题过来的哈。选题好 ，alleviation 平静，这个 alleviation 就是减轻的意思哈。选题有宁静的意思，休息的意思哈，宁静休息的意思，所以选题卡有息灾的意思了哈。然后呢？吉祥，徐瑞也算哈，徐瑞也它是从字根哈，字根，徐瑞 S I 徐瑞好，从徐瑞过来的哈，徐瑞它有休息的意思哈，徐瑞好，徐瑞它也有财富的意思哈，徐瑞 S R I 好，徐瑞 S R I。许瑞哦，他有财富的意思。好、哦，许瑞，好、哦，许瑞，他有休息的意思。哈、哦，许瑞，好、哦，许瑞也 ，S R I， S R I Y E， 许瑞也，许瑞也，许瑞也，好、哦，许瑞也，好、哦，许瑞也。这里把它翻译成这个吉祥许瑞也，然后也有翻译成繁荣、快乐，哈、哦，很繁荣 ，prosperity。Happiness， 许瑞也，好，许瑞也，好，许瑞也，许瑞也，好，许瑞也，许瑞也，他有繁荣、荣耀、繁荣、荣耀、繁荣、荣耀的意思哈。所以许瑞也翻译成荣耀，好，荣耀，或者休息、吉祥，好，吉祥，许瑞也，然后算哈，然后特别留意一下哈，他这个摧毁啊哈。这个摧毁 spart 可能翻译成 sput 会比较好，因为 spart 是水晶的意思哈 ，sparta 是水晶哈，水晶。好，那这里可能用 sput 会比较好 ，s p h u t sput。然后呢，这个 shantika 就是息灾哈，它从字根 shanti 过来的 ，shanti 的意思就是有调解、和解、宁静的意思哈 ，shantika。好，那再跟各位嘉宾这个从头解释一遍哈。他说 Namaha Samanta 礼拜过去现在未来十方的一切的 Buddhana 的这个 Buddhana 佛祖、哦、佛祖，然后就是礼拜十方一切的佛祖，礼拜十方一切的这个教理无障碍的，无障碍教理方面，在教理方面是无障碍的，教理方面是通达的佛法、哦、这叫无障碍。阿普阿提哈塔，阿普阿提哈塔，无障碍的
沙沙那那的佛教叫法，沙沙那那，沙沙那那，沙沙那那。它从这个字根，它的字根哈沙，这个叫法哈沙沙那那的字根是沙那，好沙那。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S A N A， 沙那的意思是什么？哈，沙那，哦，沙那，沙那事实上是叫法了，哈，叫法，沙那也可以当做资深的，哈，资深的，好，沙那，好，沙那也可以当做这个，它 ，sha sa na na 是叫法，它从沙那这边这个单字过来的，哈，沙那，沙那，好，沙那。沙拉也可以当石头，哦，也可以当资深的哈，沙拉哦，所以它这个字根，也可以当获得，好，也可以当获得，好，沙拉，好，沙拉，好，沙拉还有古代的意思，好，还有古代的意思，还有那个持久的意思，好，所以呢，沙沙那那它变成佛教的叫法，好，然后的迪亚塔，嗯。卡卡卡希卡希，嗡嗡卡卡卡希卡希，混混，好混混，就是虚空虚空，唤醒虚空唤醒虚空，好唤醒虚空，它是 H I 好 H I H I 的话哈，它这里 H I 的意思是说哈，这个卡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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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希卡希，希的话哈，它本身有因为的意思，好确定的意思。希本身的意思有祈祷的意思，哈有祈祷的意思。好，这个就是 apati hata 没有障碍的这个 shasanana， 好 shasanana 就是叫法哈。dadiyata om 卡卡卡希卡希。卡希卡希，混混，举巴拉举巴拉，帕普阿举巴拉，举巴拉举巴拉，好，因为我们开显我们的佛性了嘛，哈，所以我们那个光明就可以慢慢的可以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就慢慢的往上提升，好，往上提升，好，再来是嗡达迪亚塔嗡卡卡虚空。虚空，也就是佛性哈，无上正等正觉，唤起我们的虚空，唤起我们的佛性。卡希卡希，混混。然后呢，举巴拉举巴拉，普阿举巴拉，普阿举巴拉，就是点燃无量的那个光明哈，然后把它维持住，固定住这种光明。提斯塔提斯塔 ，three three， 固定这个无量的光明哈，然后用这个光明来那个灭罪，灭掉无始劫以来。用这种光明哈，用现在持住的这个，用现在持住的这个无量的光明 ，pra 举巴拉，然后呢 ，sput sput， 破毁贪嗔痴慢疑邪见，破毁无始劫来所造种种罪业、杀业、淫业、口业，然后呢，灾难悉消除，选提卡，选提卡，然后 shviye swa ha， shviye swa ha， shviye 就是吉祥，好 ，shviye 吉祥。许不也吉祥。好，这里有一个单字哈，是 spot 还是 put？ 因为这个 spot 哈，这里是结晶。他说用我们要唤起我们的佛性觉性哈，卡卡虚空，卡希卡希，混混，举巴拉举巴拉，用无量的光明哦来唤起我们的佛性。那无量的光明是很坚定的无量的光明，坚固的无量的光明。Tista, Tista, Stri, Stri， 然后再来 Sparta 哈 ，S P H A T A Sparta 哈，因为它是摧毁那个无始劫来所造的种种定业、恶业、杀业、淫业、口业嘛哈。如果是 Sparta 是什么意思呢 ？S P H A T A Sparta， Sparta 的话是变成水晶的哈 ，Sparta 哈 ，Sparta 水晶。这里的话，水晶，息灾，吉祥，成就，这个好像是用吹破会比较好，好，所以这个这里的话比较用 Sparta， Sput， S P H U T， S P H U T， 不是 A T U T， Sput， Sput， Sput，
Spud 就是 Spud 哈，就是 Quake 消除灾害 Spud 哈，消除灾害 Spud 消除灾害 Spud 消除灾害好 Spud 消除灾害，它是第六类的动词哈 ，sputati 哈 ，sputati，s p h u t a t i，sputati，spukara 哈，然后 v sputati 的意思就是有这个 sputati 有摧毁的意思 ，crack down 有镇压的意思哈，然后 shantika 从 shanti 过来的哈 ，shanti。Shanti 好 Shantika 的字根是 Shanti Shanti 的话它有减轻的意思，有和平的意思，有休息的意思，好，有休息的意思，有宁静的意思，好 Shanti 好 Shanti 有和平的意思，宁静的意思，好，有和平的意思，宁静的意思，休息的意思，减轻的意思哈。所以选 T 卡就是喜灾，好喜灾。然后呢 ，Shriya 吉祥，好刷哈成就。好，在结束之前，再跟各位嘉宾持诵这个消灾吉祥神咒哈。这个又叫做炽圣光大威德陀罗尼。Namah Samanta Samanta Buddhana Apa Apati Hatha Apati。Apati 就是所向无敌哈 ，Apati 没有敌人的这一个，然后呢 ，Hata 有消灭的意思，摧毁的意思哈，摧毁就是无障碍的哈，无障碍的这个叫法，甚深至高无上的那个叫法 ，Shasanana 这是叫法的哈，叫法 ，Dadiata 就说咒约了哈，嗯。卡卡虚空虚空卡喜卡喜招请虚空招请虚空混混举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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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燃火药好、哦、点燃无量的火药举巴拉举巴拉普拉举巴拉点燃无量的光明普拉举巴拉提斯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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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坚固的意思坚定的意思哈。然后呢 ，stri 它事实上就是从这个 stri 有坚固、坚持的意思的哈 ，stri，stri，stri，sput， sput 的话恐怕把它翻译成 sput 会比较好 ，s p h u t，sput，sput， 瘫痪、瘫痪、毁坏我们无始劫来所造的种种罪业、杀业、恶业、淫业，罪障消除 ，shantika，shantika，shanti，shanti 有减轻的意思、和平的意思、休息的意思哈。心灵的宁静，好，宁静，身体，身体，所以让那个灾害选 T 卡就变成奇灾，好，选 T 卡变成奇灾，徐瑞也，徐瑞也就是吉祥，好，吉祥，刷哈，好，再持诵一遍，消灾吉祥神咒，炽圣光大威德陀罗尼，消灾吉祥神咒。赐圣光大威德陀罗尼 ，Namah Samanta Buddhana Buddhana 就是佛祖 Buddha 就是佛陀嘛，好 Nam 就是复数 ，Apati 是所向无敌的，没有敌人的 ，Apati 没有敌人的哈，所向无敌的 ，Apati 好 Apati A 就是否定的意思 ，P R A T I Apati。所向无敌的哈 ，party， 所向无敌的 ，party， 好 ，a party， 所向无敌的哈 ，party 的话就是它有这个 toward， 它字根就是 toward about to 了哈 ，to 就是这是 to 有方向的哈，然后呢，方向 toward about， 然后那个。Hata 它从字根汉消灭毁灭毁灭，这个应该是说 party Hata 就是趋向毁灭，然后 a party Hata 不是趋向毁灭的哈，它就是无障
不是趋向毁灭的哈。Party， 好 ，Party。Party 它有拖我的意思 ，P-R-A-T-I 有拖我的意思，拖我的趋向，关你的意思 ，to 的意思，然后往回走 ，back 的意思，它有趋向，趋向两个方向，拖我的意思，趋向什么呢 ？Hata， 趋向这个毁灭 ，Hata 是从汉过来的哈，然后呢，前面加这个 A 就是否定词 ，Hata 是从 Han 过来的哈 ，Han。Han 它本身有那个毁灭的意思哦，哈 ，Han party 哈塔就是趋向于毁灭，哈、哦，毁灭。这个 Han 的话哈，它有 Han 的话哈，它有这个破坏、浪费的意思，破坏、浪费、损。Han。Han 它有破坏的意思，毁灭的意思，然后在前面加一个 P-R-A，Party Hata， 趋向于毁灭，然后再加一个 A 就是不是趋向毁灭的，不是趋向毁灭的，不是趋向毁灭的哈，所以所向无敌的叫法 ，Shasanana， 好 ，Shasanana， S-A-N-A-N-A-M 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S-A-N-A-M Sanam Shasananam Shasananam 就是有这个 Sana 它是有老的意思的 Sana 它是有 Sana 它有老的意思 Sana 还有柔软的临近的临近的这些提供也是哦持续很久的持续很久的那夏沙那那变成教法，佛教的教法就是礼拜皈依十方的佛祖，礼拜至高无上的佛法，然后启动咒力，达迪亚塔，嗡卡卡，虚空虚空，招请虚空，卡希卡希，混混，然后呢，燃起熊熊的火焰，燃起无量的光明，举巴拉举巴拉，普阿举巴拉，普阿是托我趋向无量的光明，普阿举巴拉。趋向无量的光明，然后呢，坚定坚定，然后呢 ，tista tista 坚定，然后呢 ，stiri stiri 坚定坚定，坚定坚定，这个无量的光明又叫坚定哈，持续哈，就是说让这个，因为唤起了我们佛性嘛哈，唤起了我们佛性，然后让这个光明，也可以这样解释的哈，就是召集嘛。虚空，达提亚塔嗡启动咒力嘛哈，卡卡卡卡是虚空，卡希卡希招请虚空，招请虚空就是唤起我招请佛性就对的，招请我们的佛性，空性就等于佛性，佛性等于空性啊，混混，举巴拉举巴拉，普阿举巴拉普阿举巴拉，然后点燃无量的光明，点燃无量的光明，然后这点燃无量的光明，然后持续一直持续下去 ，tista tista。Street Street， 或者说念成 Street Street， 这个光明不断的持续下去，然后呢 ，Spoot Spoot， 摧毁摧毁摧毁无始劫来所造的种种罪业、定业、恶业、罪业消除 ，Spoot S P H U T Spoot Spoot， Shantika Shantika 有息灾的意思哈 ，Shantika 消除灾难 ，Shantika， 然后呢，变得我们的人生变得非常吉祥。Shriye S-R-I-Y-E Shriye Shriye 有休息避难的意思然后刷哈圆满成就好消灾吉祥神咒又叫做赤圣光赤圣光大威德陀罗尼那玛赫萨曼塔萨曼塔布达纳阿普拉提哈塔阿普拉提哈塔夏萨那纳德迪亚塔嗡卡卡卡希卡希，混混，举巴拉举巴拉，普阿举巴拉普阿举巴拉，提斯塔提斯塔，stiri stiri， sput sput， 选提卡，雪瑞耶刷哈，哦，那赤圣光大威德陀罗尼，又叫做消灾吉祥神咒，那玛赫，萨曼塔，布达纳，阿普阿提，
哈塔，party 就是 toward 的哈 ，toward。这个 party，a 不要加 a 的话 ，party 的话 ，party 的话就是有趋向的意思，趋向哈塔，趋向于这个毁灭，好。哈塔它字根是从汉过来的，汉就是有那个消灭毁灭的意思，不是趋向于毁灭，就是所向无敌，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光明，不是趋向于毁灭，不是趋向毁灭，就是它的道理是非常甚深的教法。夏沙那南达迪亚塔达迪亚塔启动咒律啊，这个夏沙那南哈，夏沙那南它从字根沙那智慧的意思，变成佛法，归十方的佛祖，归这个甚深道理甚深的这个佛法，启动咒律达迪亚塔嗡卡卡虚空虚空卡喜卡喜，招请虚空招请虚空，就是招请我们的佛性的哈，吽吽点燃无量的光明，举巴啦举巴啦普啊举巴啦普啊举巴啦，点亮无量无边的光明，提斯塔提斯塔，让这个光明持续下去，持续下去，能够坚固的持续下去。Stiri Stiri S T H I R I Stiri Stiri 好 Stiri Stiri S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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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P H U T 毁坏毁坏，我们无始劫来所造的种种的贪嗔痴慢疑恶见邪见，然后呢，选 T 卡从梵文。宣体过来的，梵文的宣体有和解的意思，调解的意思，有临近的意思。然后息灾，我们过去种种所见所造的种种定业恶业，我们要把它息灾。选提卡，然后人生变得非常吉祥。徐瑞耶，徐瑞耶，刷哈，徐瑞耶，刷哈，消灾吉祥神咒。南无呵，萨曼塔布达那阿普提哈。夏沙那那达迪亚塔嗡卡卡卡希卡希吽吽举巴啦举巴啦普啊举巴啦普啊举巴啦提斯塔提斯塔斯提瑞斯提瑞斯普特斯普特 S P H U T 破坏破坏破坏无始劫来所造的种种的罪业杀业恶业定业罪障消除，选提卡息灾，选提有和解的意思，临近的意思，调解，所以选提卡变成息灾，然后呢，人生变得非常吉祥，修行路上变得非常吉祥。徐瑞也从徐瑞过来的，修习避难，刷哈圆满成就，好好。赤圣光大威德陀罗尼，南无呵，萨曼塔布达南阿普阿提哈塔，夏沙那南达迪亚塔嗡卡卡卡希卡希吽吽，吉巴啦吉巴啦普阿吉巴啦普阿吉巴啦，提斯塔提斯塔。Stiri Stiri Sput Sput Shantika Shriye Swaha，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您的聆听，好，可以瑞愿以此持诵消灾吉祥神咒的功德，可以瑞愿以此持诵赤圣光大威德陀罗尼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两岸的人民，希望台下两岸的人民增加福报，增加智慧，增加寿命，健康长寿，早日成佛。再回向给各位嘉宾，希望各位嘉宾增加福报，增加智慧，增加寿命，健康长寿，临终之时生无病苦，亦知时至，顺利往生极乐世界，早日成佛，广度无量无边众生。非常感谢嘉宾您的聆听，谢谢。